臭小子，算你命大，快进来吃饭吧。谢谢阿姨啊。不，谢谢妈。Casi la cago. Dos horas después. ¿Nando? ¡Ay! ¡Vamos a ver si te quieres ir! ¡No puedo! ¡Me voy a ver si te quieres ir! ¡Ay! ¡Me voy a ver si te quieres ir! ¡Me voy a ver si te quieres ir!我该怎么办？¡Qué bien come el perro! ¡Achú! 浩一，你感冒了。妈妈就抱抱一下，感冒好的快哟。喂。浩一，这么晚给你打电话，没打扰你吧？不打扰。有什么事儿吗？那个，星期天有时间吗？我想。Dile que coma tierra。夏梓潼又漂亮又多金，只要拿下，立马登上人生顶峰。哎呀哈！Algo no está bien。梓潼啊，有个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这个周末，我。小姐的朋友很少，一个人也怪可怜的。浩一，me duele。这个周末你忙，就不用陪我了。不是啦，我是想说我不会再迟到了。你别迟到啊。Ese es un verdadero hombre。Unos momentos después。路上小心。Larissa ha preocupado tanto por mí。Al día siguiente。还不放开！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我江浩一。你在孩子们面前干什么呢？Pobre cosita fea。凡人，人生短暂，何必如此痛苦啊！这点扔的，明知故问，少来添乱啊！人家特意给你打气，你还不领情，哼 ！Eres un monstruo. Mientras tanto， 浩一，你来了。Agradecido con el de arriba。因为我有很重要的话要跟你说。很重要的话。这个表情，难道 tengo miedo, tengo miedo. 怎么办？想好了，今天要向浩一告白的，现在好紧张，我该怎么说才好啊？不好意思打扰了，我们乐园正在推出一个街拍活动，不知道能不能给二位拍几张照片？什么街拍 ？Pues sí, güey, no mames. Una deuda con la sociedad más tarde.可以亲密一点吧，再靠近，靠近一点，再靠近一点，情侣就应该亲密一点嘛。不要紧张，这人眼力真差，怎么看我们两个也不像情侣吧？梓潼这样的白富美，怎么会愿意和我这种？这样可以吗？哎，完美！小心 ！Vaya, pero qué reflejos！ 谢谢你。Mi momento ha llegado。浩一。夏梓潼今天是怎么了？怎么会突然？哎呀，不对，校花怎么会喜欢上我呢？不可能，这不合理啊！浩一，你可能还没意识到，这些女孩早已慢慢的被你吸引。
这样的感情积累起来，终有一天。346 minutos más tarde。唐轩，浩一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跟朋友聊点事情啊。少来了，小浩一，你个色狼，都跟踪到这儿来了，变态！啊！Quiero morirme, me encantaría morirme ahora mismo. 不是，哎呦，我哪有啊？糟糕了，是梓潼，这下完蛋了。梓潼，还有林渊，他们已经等了很久了，怎么办？该怎么办啊？喂，你脸色好像不太好，没事吧？哦，对了，唐轩，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啊，江浩一，你个色狼，又想对我们船长做什么？哎，别误会，你们别过来。Ah, veremos qué sucede. Estoy un poco nervioso. 浩一为什么不接电话？难道是被我吓到了？Ella no lo sabe aún, pero va a ser mi esposa. 早知道我就……浩一 ？No, es Patricio. 是这样啊，谢谢你，唐轩。嗯，哎，别管那个笨蛋了。话说回来，没有了，我们就是偶然碰见了，然后，才不是呢，我只是来玩的。你好像很激动的样子。哪有？走吧，我们去玩点什么？哎，梓潼，这家店看起来不错，我们进去吧。你要是一直臭着脸，我可就走了啊！我穿成这样可是很受欢迎的。知道了，你看这样行吗？嗯，我们进去吧。浩一，así te quería agarrar, puerco, cerdo depravado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我跟梓潼看得清清楚楚，林渊眼睛红红的，像是刚刚哭过。你老实交代，到底怎么回事？Si te gustó la cochinada, deja tu like, suscríbete. Recuerda, si ella no te ama, no importa, porque yo sí. FBI, enviad aquí al mejor agente. Acabo de ver una cosa espantosa.